差点忘记，我是公共列车的那一班生。334，4月19号，台北捷运。3034，台北捷运。那个双安新店线，然后中山站哦，我看一下几分，9:48。所拍摄的是刚刚是3034土新店，看新店的西山梯形直升机，3433三边组的高粱线，刚刚10点后，在中山站的双新店线10点。好了，我去搭淡水新一线。啊，如果你喜欢我片，可以把我转粉，多多点我们关注。这样子了，拜拜。今天要去科教馆。我觉得蛮特殊的一个地方，对吧、啊？因为又是国，我对我来说算是国家单位的东西。好了，如果你喜欢片，跟马掌门多多点我们的。还有淡水吗？还有淡水的高粱线，刚刚是9号，有C301型029。030编组，图胆子音，029030编组的高粱线，刚刚19号，12:49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